汽车骑士直行，突然间急刹，发出尖锐声。骑士重摔在地上，从前方机车的行车记录器就知道是谁害的。前方机车拍下一辆白色休旅车，从两个双黄线缺口提前切出左转，等于已经逆向。前方的机车骑士惊险闪过，但后方的人就没那么幸运。他看到休旅车时急刹，整辆车失控，左右摇摆。骑士紧抓龙头也 hold 不住，连人带车趴在地上。身为一个机车骑士，我觉得是会反应不过来，而且很容易发生意外。主要是为注意距离而已的。如果他有注意距离的话，就还好了。双方都是。车祸发生在六号，地点在彰化县和美镇彰和路三段。摔车骑士是一名52岁的王姓男子，自摔导致他膝盖擦伤，而休旅车驾驶事后被通知，才知道有人因为他摔车。现场路段刚好有个左岔路口，安全行驶方式应该是像小货车一样，必须超过路口一点点后，从双黄线缺口左切绕进去。警方表示，休旅车抢快提前转弯，没有依照遵行方向行驶，可以开罚600到1800元。其实在左转弯的时候呢，还是要礼让直行车，然后并注意左右来车的状况，双方90均为零。警方补充，针对休旅车驾驶，除了开单，王姓骑士如果想提起过失伤害毁损，也会依法受理。TVB 新闻陈志忠、黄国军、罗维新彰化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